天王刘德华暌违十一年，在小巨蛋举办四场演唱会，吸引大批歌迷朝圣，连演艺圈群星也风靡，并与 MV 女主角也来了。一身迷彩西装，刘德华帅气逼人，而身旁手握着戴绿色帽子的女生，就是刚获得59届金钟奖的杨谨华。6号，杨谨华在社群上发出27年前与天王的合照，当时19岁的她参与了刘德华冰原 MV 拍摄，还被偶像牵住手。贴文中，她也分享追星心得，透露自己在演唱会上开始的第一首歌，自己就已经开始落泪，表示终于看到了自己的青春回忆。刘德华是永远的偶像，她也坦言刘德华是自己小时候唯一去拍过签唱会的偶像。贴文抛出也引发许多网友朝圣，有人表示唱冰雨的时候应该给你特写，应该请你上台的。也有网友惊讶，原来当时女主角就是杨谨华，更有人回复说，你们两位都是我们的回忆。